谢谢局长。我们真的是默默的付出了，感谢你。花莲县警察局长黄明昭今日上午摕到美丽花蕊，拜访局内每一个单位，祝所有的女性同仁妇女节快乐。局长的大心也让局内女性同仁感觉真欢喜。来，妇女节快乐！谢谢哦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辛苦，谢谢谢谢，有的谢谢哦。来，我想今天是国际妇女节哦，那本局的我们女性的同仁啊也蛮多的哦，那利用今天的这个节庆哦，替他们来慰问，然后送个巧克力花来感谢他们中年的一个辛苦，那也预祝我们的女性的工作愉快啊，家庭都能兼顾。黄明昭阁表示，虽然警务工作是以男性为主，但是最近几年有真侪女性同仁加入工作的行列，女性同仁的定睛跟耐心，对警务工作的推动也确实有真明显的帮助。我想女性的工作第一个蛮细心的，第二个她们的耐性也比较够，那第三个在警察工作这一块，有时候能搭配男警从事一些埋伏或者是去跟监都很好的一个搭配，那在案件侦办上更容易顺遂。谢谢，快乐哦，谢谢，快乐哦，好，来，谢谢，快乐哦，谢谢，来买的，我给你快乐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哦，黄明昭局长指出，所赠送的巧克力花棒，盛开的花蕊代表女性无私的奉献，巧克力是代表甜甜蜜蜜。警察同仁也共同祝贺天下伟大的女性妇女节快乐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